王一博是时尚芭莎开年刊的封面人物，这期杂志一出就被粉丝们抢购一空，可见王一博的影响力。这次王一博毫无偶像包袱，素颜就敢拍大片，粉丝们都说只有王一博五官立体才敢这么勇。王一博的时尚表现力还用我多说吗？王一博老师1997年8月5日出生于中国河南省洛阳市，不仅是影视男演员，还是流行乐歌手，更是职业摩托车赛车手。王一博是时尚封面的常客，早就解锁了女大女刊。两灯时尚 COSMO 至此 COSMO 最具分量的三月开季，金九周年三个月份封面都是王一博。可以说很多顶级时尚杂志都希望和王一博合作。首先，王一博时尚表现力很强，不用怎么化妆就能拍出大片。这次王一博拍摄时尚芭莎的开年封面，素颜就去了，真的很厉害。粉丝们看了新封面，感觉王一博这次表现很好，可以给出满分。王一博的特点在于他的真诚和随性不羁，这两种特质在他身上完美融合，使得他能够在众多艺人中脱颖而出。他的个性独特，既有随性的不羁，又有摩登的华丽，这种独特的个性使得他在时尚界独树一帜。他有时顽皮，有时活泼，还有些俏皮，这些不同的特质使得他在时尚圈中备受瞩目。王一博在时尚界的地位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，更是因为他对时尚的热爱和追求。回看王一博这些年的状态，可以说一路走来，他一直是那个热血少年。